来，我要眨眼，芝麻开门。哇哇！前海的目标一个大公司哈，现在呢，我们是准备用德国间切工艺把它切小，它能减少料理的损耗，能够更完整、更好的去切出这块石头的形状。来，你看一下这种水头，哇！大龙，你说是不是要给粉丝最低的价钱？给他一个最低价格。目前我们已经放出来，已经两片了。接下来我们给板料画圈起货，看看能放出多少啊？先从料子本身最大化的去选择，然后把那个裂给避开，大手小手的咱们给它安排到位。嗯，我们现在开始。Take me through the night. I just gotta make you a drunken memory.Later， 把我们的黑雾鸡终于起货了。这次我拿了两条，这个是做的一个是正圈，我们正常的一个酌情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黑度，你看够不够？还有一条，上次突发奇想说做一条圆条，还有一条方酌，今天已经是做到了。像这种料子的话，上手的话很好看，很显肤色显白，而且是百搭。像这种料子的话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什么样的酌情也可以下方给我留言哦。